约朋友去街最怕就是等人，老豪坊新开的马莎最啱在等人那阵慢慢行。这里不单止是全亚洲最大的食品专门店，食物和饮品加上超过2400款那么多，还加了 Hot Food To Go 的轻食区，全部都是即时整到热辣辣给你吃。之前在 cafe 吃开的鸡批这里都有得吃，还新加了热狗和三文治。无论是火腿芝士或者蘑菇味都夹满了芝士，好吸引啊。最不得了是这个罩眼睇以为是薯条，其实是用了整条芝士去炸，芝士迷一定大粒啊。我就最欣赏这个吉列球，入面是芝士和通心粉，又香又好味，买饮品坐在那里等人都等得开心一点啊。